这个还是这么长时间待还是第一回。我知道他为啥断网了。咱们小区的从几号断网了？八号就断网了。到现在没有来往。都是两个理由。这小区呢，宽带是为啥断？那个我们不太清楚。跟石油局那边价格有啥？有那单位那人对面的，人家是搁到水厂交的，人家是2.6块。但是说是5.6毛，又加六分6.1毛。6.1毛一多点？啊，6.1毛一多点。是交到电业局还是？物业上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